你好，我是九九。既然点进来了，那就不对妨啊，你之就去前接都叫花哥现用九九的辅助保护你，陪着你，让九九跟你一起到天涯海角，好吗？九九九九怎么打？叶星的消息。你好，好快，干！他们是怎样在线接单啊？好紧张，等一下，我先打完这把游戏再。几点下班啊？等等，有空一起打游戏吗？你知道你啊？我们先问一下，他几点钟下班？我怕的是我打完这把游戏了，然后他下班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，乖？可是我在拉屎。要等一下才能打游戏，你要等我。好，他还打了两个点点。谢谢，我会尽快把屎拉完。好，打游戏。你这个不是恶龙咆哮吧？这个是猪在叫啦。哪有，我学的挺好的吧？恶龙咆哮，啊呜！应该来一次死一次。哈哈哈哈，伤害低到可怜啊，观众们，这伤害能干嘛、啊？我还要叫一个闪现去补那个伤害。你看这人马，你看这人马，他会怕我吗？他不会，他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啊！你看这人马，干，好没尊严哦，瓦勒布朗。这把估计要打个30分钟吧，不然我的伤害是不会来的。没有装备的 AD 勒布朗是挺废的。哎呦，完全不怕我是怎样了？给点尊重好不好？真的痛到炸，只是前面很苦，我们先苦后甘，好吗，宝贝？啊！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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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说什么先苦后甜，我怎么感觉到我甜的那一瞬间，我的珠宝就要爆开了。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何？我没死，我没死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精英等级的逃跑，你们有看到吗？比较适合打那个单推。我们花主播对游戏及英雄改动的理解领先全球，头发也是。谢谢。看起来这一套装备很烂啊，但是其实打起来确实蛮烂的。我只能欺负那些比我废的人了，像什么雷兹，我绝对打不过，打不了团啊。AD 勒布朗是一定不能打团的，一定要打边线的。刚好这把对面有一个卡米尔跟露西恩，所以算是一个平衡吧。
个哭啊！哇靠！事到如今，我们已经不能再说什么什么 APAD 勒布朗了，我们只能用心打好这一把积分了，然后再去跟那个妹子陪打一下。哎、欸，靠！啊，我干嘛回去？啊！机器人，请你跟我完成这个任务，我们来抢这条巴龙。各位观众看好，看着我勒布朗怎么抢巴龙。So easy， 剧本都写好了，没有在骗你们的，就这么简单。勒布朗抢巴龙，你有看到那个细节吗？我 Q 了一下，再用普攻触发三项之力那个。被动伤害，直接抢八楼。我说到做到啊，各位，我是真男人。如果这把还要输，那我也没办法了。我已经尽力了，至少我们的游戏体验是 OK 的，是足够的。哎、欸，是我的错觉吗？我怎么感觉我装备很丰富啊？但是我打下去那个输出是零，真的是零哎、欸。我打出去那个 damage， 我打卡米尔应该不会输吧？如果我输了的话，真的是我技术不如人啊。他很明显是个废物卡米尔。惊人就可了，不然我可以赢的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他很明显是个废物卡米尔。勾一个。Nope。我这个甲克斯吃的春药是不是？我刚刚那个一是我预判机器人可以把人马勾到，所以我就预判他勾到那个位置。这是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细节，你们可能看不懂，没关系，我会体谅的，我会那个什么。我会耐心教你们的，别紧张。这边是技术台，各位观众。刚我那个E是丢这边嘛，对不对？是因为我预判机器人可以把人马勾过来这个位置，所以我就E这边。很简单，而且这个非常细节的操作。可是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他们三兵营都爆了，然后我们是三火龙、双地龙三兵营。曾几何时，有一个战队打比赛也是这样，最后输了。哎、欸，你们有看到吗？哇，太帅了！他在卡米尔踢过去的同时，把他勾过来，他的手穿过了卡米尔的。爸爸！他妈，这雷子疯狂输，这雷子疯狂输，这我甲哥这边三个，可是没有机会。好激烈，好激烈，好激烈！等一下，他、啊、躲了。干，真的不该玩 AD 勒布朗的，不然早就结束了。可是没关系，还是可以赢啊。凯撒出了两个护盾呢。他这个命脉是怎么会出发、啊？他现在是出了一个摩提斯，再加一个绿双刀。那这个命脉会按照哪一个伤害？会先出发哪一个？不太懂。好像只能 BP。OK， 这是一个时间的比赛啊，各位冲啊！你们守住，拜托，拜托你们守住！我跟贾克斯是硬爆，拜托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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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守护珠宝，守护珠宝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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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Thank you.